是趴胖团老艾、大宝、闪亮、吴一面。耶！我们是什么样的乐团？你要讲。是你要讲的。你讲。我们是一个这样子的乐团，等一下你们看就知道了。可以请问一下，你们觉得自己怕胖团是属于什么样的乐团？包包的团体，帅啊！帅，帅，又帅又可爱又胖。可爱哪呀？怕胖团这个团名，你们是哪怎么样决定的？是他开始的，是你取的吗？对啊，因为我们那时候是好朋友，他就说他要取团名，要取。然后因为我们曲风是怕胖，然后因为他又很胖，他就是那个谐音就是怕胖这样。那你们会互相激励减肥吗？不会，当然不会。都买了。现在老外变瘦，我们应该会努力的，激起我们一股斗志。但是待一个月左右，所以老外现在是瘦的喽。对，他本来比他还大。他本来130斤。你哇靠什么啊！所以你们觉得在已经喜欢越南，不用注重这些外表？其实要了。其实你这样子在吃东西有像要吗？其实要了，开心还是很重要嘛，对不对？嗯，吃了就会开心嘛，伯伯。对。所以大家会有互相抢食的时候。会啊，他们两个人都会。我们就他已经拿起来夹在碗里面，然后他就把它夹走。然后比较近啊，他这个旁边就这样夹就好了，我不用这样子。我们是扒饭，扒饭。那你们这样相处，其实大家因为我们也会拍其他越南，那越南大部分有时候不讲话，你们好像蛮和乐的哦。没有，我们演出来了。所以不会有，你们也会有意见不合的时候。通常就是他跟他意见不合啊。没有。我们俩是 peace 的，我们俩是开心组的，所以你的意思是说，是闪亮跟老外不会吵架？基本上我，基本上我跟大家都会吵，因为我最难搞。那你通常会意见不合什么时候？不要吵到我。哈哈哈哈哈。生活上表演上的每一件小琐事都可能成为一吵架的理由。那会吵，就对啊，大部分。那最近一次吵最凶的，好像没有到真的吵起来。对。就不爽了，就不爽，等上个一两天。那怎么和好？你们通常乐团哇，好，他想知道乐团怎么和好。吃个饭就和好，见面就好，吃个饭就好。那你们有碰过就是吵，就你不要说最近有碰过有那种类似已经吵到有点要解散危机吗？啊，没有。你们感情很好啊。演的啦。你要解演到是不是？我看你演吃到演的真的很好哎。是你们两个先成团，对，那怎么成团？怎么会都在一起？哦，这个渊源太短。我们是国中的时候同一所学校，嗯，然后他大我一岁，我们是管乐队的，他是上届队长，我是下届队长，但是我们的名字只差一个字，我叫谢坎军，他叫谢孔军。那时候觉得命中注定就是这样了。一般人都会以为是大宝，谁会这样觉得？嗯，真的大家都会这样觉得，结果居然是闪亮，这是大家一致通过的吗？当然了，什么当然？还是他自告奋勇？他是胖胖担当胖胖担当。那你们除了他之外，大家都会唱吗？我会唱啊，唱一下。我要唱一下，唱一下啊，唱啊。他最后唱。大雨淅沥沥。要认真哦，要认真哦。但通常我是唱和音的。没关系啊，你就唱吧。这海草。海草，我要知道那个海草。不是，这好不接地气啊！海草，对，怎么唱啊？那个，你跟他唱，你跟他唱，快点帮我。下一颗海草，海草，海草，海草。然后呢？水多漂亮。
那老外啊，五音不全那个千万不要。不是五音不全可以打鼓哦、喔。可以啊，没差的。哦，所以鼓哦，打鼓是节奏。对。那可是我看你很想，大宝好像很想。我爱找爱找，我只是爱唱歌，但是唱歌唱一首你拿，他是 rap 挂，他是 rap 没有，你唱你好 rap 挂是不是？现在我那你要唱一段吗 ？rap 有，好有，没有钱，没有朋友，没有亲戚，没有表姐，我们再来一次，再一次，你这样怎么挑战闪亮啦？你学我，你模仿我，你模仿我唱情歌啊！我是一只，我手这样子，我不能够喜欢你。眼睛打开，就让我游来游去，然后把你忘记。那我觉得闪亮当主唱真的太好了，谢谢大家。我都不会唱歌你原本是吉他手 是我原本是吉他手，又变贝斯手。对，为什么？又为什么转贝斯？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以前是三个人，然后呢，就是我们以前很喜欢一个乐团叫 Blink 182，他们就是三个人。然后呢，因为他已经弹吉他了，他另外一个有一个鼓手，所以没有贝斯手，我只能去弹贝斯，就变成是这样。谁的吉他比较好？你怎么？你可以有点竞争性吗？他会弹吉他，我真的我连换弦都不会，我不太会弹。那你可以稍微跟他假试着 battle 一下吗？我们通常 battle 都是弹小蜜蜂等级。哦，不会啊。那你呢？差不多就是像这样。不是你要回应一下。我要回应一下。你要用胜部一不高下，你唱什么唱啊？让你闭嘴啊！通常我们都没有在弹吉他，我们通常都是用嘴巴弹吉他，就像刚刚这样，那就是我们的 style。Yes。那你们自己的歌里头有比较喜欢哪一首吗？你最喜欢哪一种？想想当初吧。想想当初吧，是不是？好，那唱唱看一下。想想当初吧，再想想当初吧。什么？为什么你会想唱这首歌？大家也是吗？还是只有你？我个人啊，我个人最喜欢这首歌。就是因为当初你喜欢这件事情，一定有个原因，所以，但是中间你一定会想放弃的时候，因为通常不是很容易。我们来说是乐团啊，但当然套用在大家自己身上，一定也有各自不同的事。你哪一段想放弃？哦，弹不好的时候。那像胖胖团大部分歌曲都自己创作嘛？嗯，那主要是谁是创作？我，或也是你？对啊，天才。那灵感，你的创，因为你的歌都比较我觉得比较酷手，可是它又有带有摇滚的成分在里面。那灵感是来自于哪？灵感，我词跟曲是分开的。有时候会合在一起啊。曲真的是灵感的，就是它不是你词曲分开，意思是说你先写哪一个部分？我通常先写曲，它就会忽然来，就是有些人会问我要怎么写歌或干嘛，就是我没有办法讲，因为它就是来了，它就是旋律一直跑，我想忘记也不行，然后就把它写下来，对，就把它记起来。通常是我就用手机把它录起来，然后我再听之后再听这个歌的。大概是什么样，然后去配合我当下发生的事情，去把它写成词，基本上是这样。那其他人会有创作？他也有写，你有写一点？我是写是有发表的吗？我是写有有，
我会帮他一起写曲。哦，词是我不行，词都是宝宝。跟所以就是词可能会是大宝跟闪亮，然后曲就是闪亮跟 Weman 这样。也不是这样说，我不行的时候就说拜托我词不行了，他们就一起帮我想。像我们上一张就是比较信任的良品，然后就大家都有一起写曲，也有一起写词。然后你要讲一下，然后也有写，他也有写，就大家都有写。耶。会紧张吗？不会，完全不会，完全不会，完全不会，人数多少都没差。那刚刚你们在拍宣传照，通常谁最不会拍照？最不会拍照，最摆 pose。我最会，我包袱很重。他最会，你包袱很重，最帅的，最帅，最帅的，随便摆都像外国人。最需要指导。他们不太敢知道我。没有，我觉得闪亮其实他戴墨镜是掩饰自己的成长。他是啊，他是啊，是发现了，是发现，完全命中。也有很多机会半途而废，但他们相信自己会成功的，不停向前走。胖胖团，怕胖吧？发胖团为什么喜欢胖胖团？我觉得音乐它蛮触动人心的，好听、热血、感动。我觉得他们的歌就很贴近生活，很欢乐。那你最喜欢谁？大宝，我喜欢吴一妹。老外，大宝很正，他很亲和。乐团里面的开心果，他演奏的时候笑起来，看起来真的很开心。我最喜欢的乐团是怕胖团，我最喜欢怕胖团。为了什么？再想想当初吧，再想想当初吧，再想想当初吧。一个曾经那么多的热情，那么多的力气，相信着自己可以。坚持是为了什么？来，你们有遇过什么挫折？可以稍微各自都说一下挫折啊、难过，或者是到想退团的。因为我本来不会弹 bass， 就是不会乐器，然后就以前很就是国高中都学过吉他这样，然后是加入泡泡团以后才就是真正认真学习，后来就是表演几次之后，然后有一阵子也觉得就是。不适合，对，没有，因为我平常是一个上班族，然后就是要下班以后再去练团什么之类的，然后就觉得压力很大，然后就觉得自己不好，然后就觉得他们都很好，那你们就自己玩就好啦，对。那你们呢？想念吗？我自己就是我们抛下这种
但是真的想一下，这十一年来，你有碰过什么困难、挫折？没什么困难的，困难就是没钱而已。对啊，乐团最主要就是有没有碰过这种没有钱，然后有啊，因为他们都有工作，就我没有工作，那就没钱了。其他基本上我觉得还好，有啦，有时候被歌卡住了怎么样？但是没有，我说像没钱会碰过什么事？没钱到什么？没钱吃饭。有时候像比如说过年那个时候，可能一个月可能一场吧，啊就9000块，啊这怎么过？就是一个月只有9000块，啊干嘛那么过？其实有时候会这样。那 Women 呢？你中间还去读书，对啊，怎么还会想要回来？没有，你中间那时候就是一个追求一个美国梦的那个想法。那你自己在这个这组团然后玩音乐的路上，你觉得自己有碰到什么挫折，或者就像闪亮讲的没钱啦，那你怎么样面对？对啊，面对生活。其实挫折比较还好，没有什么太大的挫折，就是可能家里会反对吧。但是家里反对就是。我们就是有拿出一点成绩来，至少就是家里还是觉得说哦 OK 这样子。然后挫折的话应该是没有啦，因为我也是过得蛮开心的。所以你基本上也没有，就也没有碰到这种，因为很多玩乐团的人，甚至玩音乐人，最主要就是分散不羁。对。然后你又放弃不了。对啊。所以你但是你我这还好啦，反正没有钱又没有钱又没有钱的过法、啊，对吧、啊？一餐花个20-30块吃个微波食品也是活得下去、啊、所以我觉得钱不是太大的问题、啊。老外呢？老外自己在跟他们组团，然后你在路上，你有觉得想退团，或者是说不开心，或者是碰到什么比较大的挫折？累，因为。我自己有开店，就是开的都是那种酒吧类的，过去5年都是这样，然后，上班时间跟就已经跟别人不一样，然后，像他们上班族，他们要约练团的时候，那刚好是我可能要上班的时候，那虽然是老板，但是还是必须要在里面嘛，请假请久了，对员工也不好意思。好，那四位就是玩音乐家人。刚有讲都支持吗？那我们先问里面，你刚有先。其实我觉得算是支持啊，但是他一定会念啊，就说哦，你这个玩乐又赚不到钱啊，你看哪有什么钱，那以后怎么办？但我觉得我爸妈是那种默默支持的那种，就是他虽然会嘴巴上面讲，但他也不会去实际说哦，你现在又不能干嘛，你现在又不能干嘛，你又干嘛浪费时间什么的。对啊，所以你家人的压力。但是那个，我觉得那个比较算无形的压力，对，就是那个压力会是在自己身上。你闪亮呢？你刚刚讲过年，过年就9天还没办法拿钱回家，从来没拿过钱回家。对啊，所以我说那家人呢？家人支持吗？家人没有，家人爱我就支持了，不管他怎样，他就算反对他也是支持，反对人支持，反正就是我不知道家人这块，因为我们家感情很好，所以就算他们反对，他们也。那个大宝呢？我爸妈还好啦，就是没在管。阿公阿妈不行，是不是？阿公阿妈不行。阿妈反对啊。阿妈每天打电话。阿妈叫你赶快去相亲，是不是？不是，他就说玩这个要干嘛？女生玩这个要做什么？他说啊，你们有几个人？我说4个人。他说那就够啦，你去干嘛之类的？对。你呢？你家人支持吗？我一直到快30岁的时候，他们才明显跟我表示说，就是时间差不多了，这样子，对吧？听他们说，他们不该再玩了。对啊，还说就是你知道玩一个会饿死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后来是一样啊，就是觉得小成绩，他们才觉得好像可以赚钱，然后他们才真正就是瞒着去吧。但偶尔都还是会讲一下，就是32岁啊。那未来的目标呢？大家总会有个目标吧？小巨蛋啊，一个要自己没有，我觉得那个不是目标，那个是梦想。可是我从来没有梦想过，不喜欢梦想这件事情。可是因为我因缘际会下，我超级把之前的一个活动，我去了小巨蛋，帮苏慧仁弹吉他，其实这样去觉得也没有多大，所以就变成就会有一个想法是。那如果有一天把它放在带上会怎么样？所以本来都觉得还好，因为其实说目标、说梦想什么的，我觉得该玩的都玩了，我自己设的目标也都达到了。但是好像台湾以台湾来说，就差一个嘛，就是
小巨蛋，虽然说很难啊，可是如果上了，我觉得那把我自己心目中所设成一个，我觉得他目标有点太远，但他是一个梦想，但是他在梦想跟目标之中，对，那我觉得应该这样。顺利，我们下一张今年能发，之后就小巨蛋喽。